艺临近，歌舞类节目已于近日陆续展开彩排工作。之前有报道称，黄渤微博、张艺兴微博、陈伟霆微博三人将同台现场，新浪娱乐就此求证相关人士，得回复，节目组却安排三人同台。而今日2月2日，新浪娱乐也在央视老台见陈伟霆、黄渤乘车先后驶入电视台停车场，虽未亲眼见到张艺兴进台，但其座驾也停在停车场内，似已入场。据多方打探，三人此次同台会演唱一首热闹欢快、极易点燃全场气氛的歌曲。另，新浪娱乐也打听到，同时今天参加春晚节目排练的还有